学长，这周六你有时间吗？这周六我们宿舍会开个 party， 你要不要来参加？不行不行，太直接了。学长，你看什么呢？女变态，不是我，又欺负人。嗯，说，你刚才鬼鬼祟祟的，到底想干嘛？我，学长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我。嗯，好啊，你让我帮你什么都行。就这样？嗯，如果请不到男生，就要接受惩罚。我只认识学长你，所以可以来参加这次的 party 吗？拜托了。你让我去说？嗯。你让我跟那个。跟那个文绉绉、酸溜溜的家伙说，嗯，哎呀，那叫文艺男神范儿。杨宇啊，杨宇，这是奇耻大辱啊！你一直在自作多情啊。这样不太好，对不对？也是，还是自己去说比较有诚意。你就当我没说过吧，我自己去跟顾青学长说。哎，你干嘛？啊！我说不帮你了吗？阿星，嗯，阿宇，你不是参加社团活动去了吗？已经结束了。嗯，今天倒是挺早的。你看那河畔的金柳，像不像夕阳中的新娘？行行行，你听，你别赢了啊。阿青啊，你周末有时间吗？什么？那个。你想请你啊啊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没事没事，你继续。夕阳，新娘，情怀，我轻轻的来，正如我轻轻地走。哎，阿青跟我说。不用告诉我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哦。哎。哎。干嘛？不就是被拒绝了吗？抬头，挺胸。哦，怎么了？你哭了？我没哭。傻丫头，没什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。走，我请你撸串去。
哎，别喝了，再喝喝多了。叔。啊？我的初恋没了。还初恋呢？练都没练过。练过的。他是我的初恋。我这辈子第一个喜欢的人。好了，哭出来就没事了啊。哪有那么容易好啊？时间会冲淡一切的。你很快就会忘了这些事儿，忘不掉的。我说能忘就能忘。你怎么知道？初恋成功的概率只有1%，更何况你还没开始练呢，就已经结束了。看你的样子，好像是过来人吧？哎，你别乱说啊，我还没。哎，不是，你到底喜欢顾青什么？他的样子，他的声音，他说的每一句话。关小姐，又见面了。露出的每一个笑容，都喜欢。我都想好了，以后我们结婚生了孩子，男孩就叫顾清国，女孩就叫顾清晨。你都想到这儿了？我很不情愿的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人家都看着呢。完蛋了，那个惩罚怎么办啊？到底什么惩罚？哼，完了完了，你真的完了。我该怎么办啊？完了，你记得我好像有租假男友的，一天3-400块。哎，不是。网上找人多危险啊，你这万一碰见坏人呢？你要是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去。你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可怜你呗。那也行吧。也行吧。那你要不愿意的话，那算了。不，谢谢你，拜托你，杨云学长。那既然我帮你这么大的忙，你打算怎么谢谢我呀？谢谢。就谢谢就完了。你怎么着，那得陪我看3场电影吧？还是上网租男友吧，看3-4电影就得好几百，再加上爆米花还有饮料。哎，行，我请你还不行吗？哇哦，回来。